兩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啦。今日出发足地食早餐，但系唔可以空肚食早餐噶嘛，所以出发之前食咗呢个猪扒飞贴顶一顶肚先。不过麻麻地，我哋酒店距离足地好近嘅啫，搭地铁嘅话咧大概15分钟就到。事隔四年冇嚟足地，我真系好挂住啊！听到足地搬咗去丰州咧，真系有啲遗憾啊！但系出发之前上网搵搵资料咧，确定佢只系场内市场搬咗嘅啫，场外市场仍然都系好丰盛。哇哇！哇！呢条其实我未入过去嘅，到底入面有咩食嘅呢？哇！哇！哇！大家睇下，好彩我嗌咗一只啫，头先有啲冲动想嗌两只，真系超大只啊！好耐冇表演过食生蚝啦。哎 ，sorry。哇！哇！哎呀，碧水中意食呢边入口嘅。分碟位边。Oh my god！ 劲大啖。我都 OK。咁大隻咧，分頭咬，哎，唔記得影相上 IG， 唔同感受啊！琴日第二日我已經震忙咗啊，所以今日生日輕輕鬆鬆，鄧子峰淨係會去足地同埋陣間翻翻銀座 shopping。依個就係我嗌個餐啦，老公嗌咗呢個，到咗啦！上嚟先坐陣。要攞個勁 close up 微距俾大家睇下嗰個質感啊！哇，閃靈靈嗰啲帶子，好食。頭嗰兩樣我都係食我平時唔會嗌嘅嘢，我都覺得好食。咁樣唔想去豐州，我覺得雖然我未去過，但我覺得豐州唔係嗰個風味啊。豐州嘅話，我直接落地下鐵食嗰啲壽司算。呢度有風味啲咯，就係睇嗰啲舊嗰啲街市都好 feel 啲啦，個色水好似爭啲噶。好食喎，入口化開喎。原來我哋睇錯咗，原來我哋唔識睇嘅。食身。食我吞拿魚，我覺得咁香，啱啱好，又唔會太油膩。醬卡就係冇位啦，快快少少買呢幾嚿先。我平時都好中意食呢個蝦啦，好味。哎呀，頭先食咗嚿，好好食啊！香港平時好難食到好食嘅三文魚子嘅，偏鹹嗰啲，我慢慢。哇，好鹹啊！哇，我哋追加咗呢啲啊！要有氣氛啲講。哇！仲嗌咗秋刀魚啊！我哋係用姑姑長絲嗌嘅，因為佢個 menu 冇啊，但係都俾我哋嗌到啊！係咪興奮啲啊？咁樣 OK， 我哋食啦。如果想嚟嘅朋友又想掃街的話咧，記得要早少少嚟啊，因為我哋食完嘢行咗一陣咧，3点零到咧佢就已經完全閂曬啦。或者可以買咗嘢掃一陣街先入去餐廳食，因為餐廳咧普遍都係會收晏啲啲嘅。足地係喺銀座隔離嘅啫，根據頭先嘅經驗咧，其實我哋行翻過去咧都係15至20分鐘到嘅，所以今次我哋就冇搭地鐵啦，食完嘢直接當散步行翻去銀座行街，反正都係行噶啦。沿途咧仲見到歌舞伎座添。
銀座就好似香港嘅中環一樣啊，被譽為東京嘅心臟，係東京最繁華、最著名嘅大街。名店林立，又是歷史和現代的交錯點。其實以往呢，我是比較少來銀座的，因為它偏離了軌道，可能真的人大了，以前就真的喜歡熱鬧的新宿多一點。今次來完銀座之後呢，我簡直愛上這區，我想我下次來東京呢都會再考慮住銀座。至於交通方面呢，那就要看你去哪區了，如果要去近郊多的話呢，就都是新宿那邊方便一點。Since I met you, ooh, heart out of my sleeve. Now what will I do?第三月的朋友呢，记得要申请他们的海外顾客贵宾卡，购物满3000日元就有95折优惠的了。大部分的东西都有折的，但名牌呢，尤其是国外那些呢，就有机会没折的了。详情看回下面 info box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看这条片的人，记得按回去条 link， 入他们的网上看回最 update 的官方资料啦。现在画面讲的这些有质感的木制品呢，全部都是这位大师做的，他已经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，厉害厉害，失敬失敬。继续看我很喜欢看的杯杯碗碗碟碟，哇，这个好漂亮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一天我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呢。一直都很想买过这些质地的杯，因为雪原它喝东西是极之冰冻，可以保持到个可乐很冻很冻地喝啊。但是通常人应该用来喝啤酒的，喝可乐就好像有点晒。考虑一下考虑一下，实际杯也好啊。跟住有位姐姐出嚟推介我哋买呢一个 second set 啦，因为连埋个壶咧都系29,700日元，即系大概1500元，性价比咧的确系佢高啲嘅。最后咧落到 B 1呢层咧，我就开始大开杀戒啦，因为咧有5% off 啊嘛，仲有得再退埋税，所以系平过喺机场买嘅。秋冬系列好快好快就系我嘅 shopping haul 噶啦，已经拍好未剪啫，等唔切拖片，就快要去日本啦。又想知道有啲咩品牌抵买可以留意嘅话咧，资深推介你可以留意下 RMK、Suku、Shiro。跟住就带大家嚟到师奶仔必到嘅百元商店，呢度1层3间咧都系 Daiso 旗下嘅百元商店，喺2022年4月啱啱开幕嘅啫，有比较少女系糖果风嘅飞皮，价格由160日元至到1650日元不等。300日元少女必备嘅波波灯都有好多款选择。这个是防止油弹到手的罩，都是300日元，但是跟普通煲盖有什么分别呢？就是没有导航水。这个是厨房必备的东西，不过有点大，回香港才买。我需要一个小小的可以放在手袋带出街的保暖水杯，但这些色好像又不是太衬我。三文治烤夹这一款呢，就是夹完之后放入焗炉用的，它真的全部都糖果色的，所以它这间我最后是没有斩获的，走两步去隔离那间先。 Standard Products 就比较啱我了，因为它是走简约而有质感的风格，又被誉为平价版无印。近年很兴露营，所以在日本很容易会见到很多露营的东西买，又是这个三文治烤夹，但这个就可以直接被火烧的，所以带去露营都可以。这个水樽太大了，我要洗洗过咋。咦，这个啱晒，这个款同埋一个色都啱晒我，有3个唔同嘅 size 嘅，我就要呢个最细最细。唉，揀边个色好呢？呢一间真係好啱我心水，好多好多嘢睇啊！重点系佢真係真係平，眼见大部分都係300日元嘅啫，质量都唔差㗎，所以呢，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度，准备定 keep 嘅空间同埋弹药嚟爆买啦。再行过少少就是我哋香港人非常熟悉的 Daiso。 前排睇 Facebook 见到有报道话呢款 Daiso 嘅指甲油12元啫，又平又抵用。但有整开 gel 甲嘅我，面前呢堆 gel 甲油只系100日元，即系6元到咋，仲有好多好靓嘅指甲贴，我都买唔到，因为我赶时间。三间入面咧 ，Daiso 系最大嘅，差唔多有 VP 嘅2倍。所以如果大家比较晏或者食饭之前嚟嘅话咧，记得安排好翻啲时间。我用晒时间行 VP 同埋 Standard Products， 都搞到我冇晒时间行 Daiso 啊！因为今日 book 咗餐厅食我嘅生日饭，咁我哋今日咧就系食毛蟹宴。印象中我系未食过毛蟹嘅，今次系第一次。我哋今日嘅餐，佢就系得日文 menu 嘅啫。先上咗个汤，好浓啊！哇！我都闻到啦。
係好濃嘅蟹味，但唔特別好飲。開個胃先，呢個係。等你開始慢慢接受蟹味。我哋預翻頭先喺三月見到嗰套殺茄杯，哇！真係好冰凍咯，雙手。本身仲猶豫緊嗌唔嗌殺茄，跟住見到有呢隻嘢，即刻嗌。係好冰凍嘅，但係個酒幾好飲，好乾淨啊入邊，冇嗰啲好臭嗰啲酒精味。你明唔明？嗰啲通常你係倒咗成晚酒，第二朝洗碗嘅時候先聞到嘅、嗯。我知道你話咩名。你有時飲都聞到噶嘛？少少咯。好乾淨啊個感覺。你覺得呢個殺茄點啊？好乾淨啊！咩形容詞嚟噶？但係最主要都係個杯，芝麻個杯。頭先佢重量幾好。其實呢啲杯香港都得玩揼佢出嚟，係啊，但係薄身嘅。哇！好中意啲秋意嘅擺盤啊！因為我哋而家秋天啊，全部擺盤都好秋啊，中意哇！你個紅葉好紅喎、啊，咁靚嘅擺盤，我都唔知食邊個先，食個先啦。哇！跌咗，唔啱氣啦。呢個係增加木味喎。嗯，好難夾啊。杏仁，我呢嚿。佢係咁俾個汁扯翻轉頭啊，係咪啊？咁個銀杏都夠潮喎，平時唔中意食銀杏。嗯，蓮藕好吃、哦、我覺得。蓮藕都好吃啊。嗯，好脆啊！試埋呢個你尖叫嘅秋刀魚先。丸到咁細，但係好肥喎，冇骨啊！我覺得係最正。當早嘛，唔錯咯，全熟幾好幾好。幾個唔同嘅貝類。新奇刺激又好玩，打開佢。好香，哇！一定好好飲，一定勁甜啊！估。松蓉啊！佢嗰嚿豬肉好好食喎，係咪？試下鮑魚，好似兜細細咁，但係佢有幾多嘢食，幾多嘢飲啊？俾你哋睇啦！飲咩啊？哇哦！哇，個質感咁似啲蝦嘅，仲有個呢度唔好曬啊！撩極都撩唔到喎，呢個位真係有少少衝動去買，頓時覺得飲酒係真係嘆緊酒咁，但係已經冇咁凍啦，而家啲酒味出嚟啦！哇，我呢個唔好上鏡喎，要求加活阿拉丁 feel 喎。我嗰個太似嗰啲供品咯，邊有拜神嗰啲啊？好得咁喎，呢個好似好精華咁啊！嗯，哇！呢個好豐富喎、啊，嗯。呢、這個最好吃，你試下攞一嚿出嚟得，唔好太多。通常我都唔係中意加檸檬汁嗰啲人，嗯，唔同味喎，正啦，點解檸檬味啊？我覺得最，我覺得最主要係你唔使自己擦汗，然後整得好乾淨俾你。咦？但你隻碟同我又唔同咯，粗糙風啊，又叫做銅鑼燒啊，燒啊！夾螺燒啊，鯛魚燒啊，日燒啊，做咩燒？銅鑼燒啊！大家估下呢個係咩燒？叮叮，呢個係夾螺燒啊！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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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唔可以申請聽日放假？請問大家，可唔可以拍少一日片啊？好攰啊！我好叫做呢啲叫咩啊？好囚籠啊！好濃稠啊！咩嚟㗎？唔知道啊，總之好似粥咁啊，少少結結地。呢個畫面好似係發緊夢睇嘢咁啊！呢個係年糕啊，係啊。係啊。嗯，呢個好味。最好味呢個啊！真係好似食粥咁。係啊。嗯。嗯，佢啲糕又唔真係太哇流啊！哇，好甜啊啲糕，我覺得香港我之前食嗰啲夾螺燒爭幾皮，嗯，好好食啊呢個。你話嗰個粗蠔嗰個係咩係？步走粥。步走粥 ，yummy 呀！完全冇苦味，冇腥味。腥味有冇啊？食唔到腥味，我個人係食唔到腥味。
咦，点解只蟹食极都有嘅？仲有刺身喎，仲要咁多添，自己整啊！可以控制到嘛？你有两个机会试，放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啦。嗯，但好甜喎、啊、呢、這个。我帮我讲拜拜啊！可以長啲啊！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，我哋聽日再見。未 like 嘅朋友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拜拜。哦，你個烏冬，哇，都仲有兩個蟹仔嘅，係屬於我哋頭先嗰只蟹嘅。酸酸味嘅。哦。我覺得個酒味好重喎、啊，蟹味好重喎、啊，佢唔係有啲蟹味喎，係蟹味為主嘅酒咯。我食得咁清仲要，係啊，係啊，食得咁清。有冇錄緊啊？有，有。哇，仲有蛋。我頭先就咁飲啊。喂，你今日冇食過蛋糕喎、啊？你都冇買嘅，冇食得。係啊。喂，冇生日快樂嘅。我有講噶啦，但係冇。冇辦法，陣間我 set 翻埋個蛋糕。OK。唔係 set 翻 ，Family Market。OK。夠時間。Family Market 定夠時間㗎？哦，十二點前啊，意思係。好食啊！喺度又食夠嘔。係啊，呢個新嘅雙人餐，其實佢應該差唔多收到七七八八㗎啦。出下人試下有幾多嘢啦。